Hello，大家好，我是林公主。今天是由我们小吉老师来跟大家示范开箱这个如何让泛黄的大头灯啊，让它变亮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产品到底会不会成功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先来介绍我们的配件，有八件，有蒸汽发热杯。车上电源线3米或变压器，以及白色杯盖喷嘴，镀膜1800公克，水砂纸320、800、1200三种，以及最后的美纹纸一卷，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全部的配件哦。我们是在虾皮买到的哦，台湾都有现货。我们小吉老师今天不修电脑改修车子了呀，真是太厉害啦！没有这么神奇，人家修不完就知道了。你说那个水就是那个雾化器啊？没有啦，这只是先打磨而已啊。先打磨，把那个黄黄的磨掉。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车眼。到底会不会变亮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开始准备我们的修复液的器具咯，就是这个大灯翻新修复液。等一下我们来实验看看吧。拆瓶盖，我们要把这个里面的溶液啊倒到这个杯子里面，大家打开的时候要小心哦，因为这个不太好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是蓝色的液体，倒完一定的分量之后再把它盖上盖子，然后插上车充充电器，让它接上这个电线。它是利用这个电的方式让它导热，然后它就会喷出一个雾气让它镀膜，就是利用那个蒸汽，然后让它受热，就是热蒸汽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整个变得非常透明哟，你看真的是恢复了呢。我们这个阿拉丁神灯真的是非常神奇哦，有没有？给大家近看一下，太厉害了，有没有很像新的呀？非常鼓溜，而且一点灰尘都没有。给大家看一下，大成功，我们的车眼恢复光明。现在在处理另外一颗车灯，用我们的美纹纸，就是这个贴布把它封起来，一样再把它喷水打磨，用细砂纸打磨。处理完左眼，现在要来处理右眼啦，因为它两只眼睛都是目睭模糊，系啊，开伤久啊，白内障。老了就是要把它整治一下，不然它会看不到哦。哇，开始重见光明了耶！有没有？哇，重见光明喽！有没有非常的明亮呀？耶、yeah, ，看起来我们的大灯翻新修复液大成功哦！谢谢我们的小吉老师啦！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以及按赞和分享哦！我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